准备了你喜欢的菜，记得要吃哦。绿茶泡两匙黑糖，可以缓解头痛。外面的东西吃多了不好，哥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多多照顾自己，记得定时定量。这些资料麻烦你保管。Brings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. Thank you, Mr. Smith.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.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哇，好饱哦。哥。嗯。我们等下去逛夜市好不好？不要。为什么？难得一年回来一次。过完年我就要回宿舍嘞。对啊，走了。去啦。三胖，你陪他去。陪他去。什么？想穿外套？不然你帮哥买那个地瓜球嘛，好不好？我们小时候都买那家的。我刚买本那家。嗯。好啦。好，我们进去。
你要不要关心一下你妹？每天都是这个死样子。早知道我就让她留下来，至少你比现在……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去。我们再不去哦。你们去。走啦走啦。不要再喝了哦。好。啊，不要理他，走走走。地瓜球。好啊。喂，小宝，新年快乐！喂，听到我声音吗？喂，喂，小宝，你在家吗？我刚才听到，三毛哥，怎么是你啊？我先进来。喂，小远，没事没事，你哥只是喝醉了。好，好，你不要担心。知道了，拜拜。魏倩，魏倩，起来。哎呦，起来起来，哎，在干嘛啦你？起来。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啊，小宝呢？他在夜市啊。那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刚好接到小远的电话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。哎，你是怎样？喝醉了还是那个毛病又犯了？没事啊。哎，多大人了。我觉得你不行。我跟你讲，你那个毛病的事情，我要跟他们讲。不要，现在你不要跟他们讲，不要跟他们讲。那你就振作一点啊！哎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小远怎么？他在国外怎么好好念书嘞？我太了解他个性了。你现在跟他讲，他肯定马上回来。不能让他有回来理由，你听不懂啊？魏倩，你老实说，你心里是不是也有小远？说。你要干嘛？哎，你要干嘛？我去把那东西整理一下。我来收就好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你先上去，别让他们去睡。站好来。我没事，你快去把小宝带回来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哎，不要再下来哦，我去接小宝。这场电影最伤人的都由你作戏，是否知道像这样的规矩
切全都只有你在定义。尝试毁灭爱情或维系和平，这个决定却总是把我奉献在过去。哥，牵肠挂肚的滋味能改变一个人。偏执、焦虑、嫉妒、求而不得的愤恨，这些都会消失。离开以后，我明白了，只要你高兴就好，不要让我挂心了，对自己好一点。虽然人生在世都必须面对分离，只是早晚而已，但我很怕万一怎么样了，你不知道有一个人这么的喜欢你，所以哥，不要让我离得太远，离得太久，不要让我忘记你的样子，你的声音，你的所有一切。如果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真的不能再见面了，我一定要找到你，跟你说一声再见，至少有告白就有告别。老样子。谢谢。怎么准备看看弟？他出国进修。进修啊，所以拜托你好好吃饭啊，不然到时候小远又怪我没有照顾好他哥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了，突然就把他送出国啊。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哦，我老婆走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，难过到我决定要出家。我真的是去庙里剃度吃斋拜佛那种，可是我不到一个月就被赶出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师父说呢，我心里有个结一直放不下，所以我每天还是胡思乱想，所以不到一个月他就请我走了。哦，那个时候真的是跌到了谷底，是那种觉得自己永远爬不起来的那种。但是我后来碰到一个年轻人，他自己年纪都很轻了，但是他一肩扛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。我看这年轻人，我突然就懂了，就人生没有这么难嘛。那通常让人生困难的不就是我们自己，对不对？
招待。嗯，谢谢老板。他刚说我年纪很小。谁啊？小镇的夜色依旧深刻，回家的楼梯上我们哼着歌，我想一生有此刻就足够了，微风却吹散爱情脚印，不留痕，渐远的距离堆成隔阂，我们不再拥抱着像断线风筝，时间并没有冲淡依依不舍，我想你了，无论是醒着或睡着，我想你的时候世界停止转动，剩回忆在心中不断温柔，吹过耳机的风是否也有你捎来的温柔、哦、我想你的时候全宇宙都沉默，那思念喧闹着不肯放手，是在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，我没有很想你，只是偶尔会打听你的消息，我没有很想你，只是偶尔会播放你爱看的电影，我真的没有想你，我没有没有很想你，我只是爱你胜过爱自己，我没有很想你，只是偶尔想抱紧你，我真的没有想你，真的没有。
是哥吗？嗯。哥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啊，最近好吗？都很好，我已经开始在做研究，还有自己的团队。嗯，有你讯息有说。家里都还好吗？嗯。那你工作顺利吗？还行。小宝呢？小宝好不好？他一直都蛮好的。那还有事吗？哦，没事了。嗯，那先这样。好，拜拜。想家就回来吧。太干净了吧？哎，是我拍的杂志哎。哼，还以为大哥心里只有二哥，没想到也会想我嘛。没记错，你今天回家，今晚有应酬，餐桌上我帮你准备晚餐，自己热来吃啊。明天再叫三胖哥请你吃大餐。我们老总非常看好你啊，加油啊，干杯！魏总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次研发出来这个手游啊，真不是盖的，在我们业界取得非常亮眼的成绩啊！哎，我敬你，我敬你啊！你们在哪里？哎，一轮，来，我们换魏总。哎，一轮，不要唱了，换魏总酒啊！哎，下一季啊，我们公司的 KPI 啊，还要再靠你们啊，可以吗？还要靠我们是不是？哎，你来，你唱歌好好听哦，怎么那么会唱啊？好烦哦！来，多喝一点，多喝一点。大明星啊，我是胖胖，哎，魏总，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
魏总，小心小心，刚刚喝的不够啊！我带你去挂花，我们这边来，我们这边继续喝，继续喝，不是，一副无精打采、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，要我们请客哎！叫车了，叫车了，车来了，魏总，你们上次说的那个点明明都叫好了，魏总怎么又过来取暖了？报告报告，我们三个付钱哎。各位老板好，我是魏总的弟弟，我叫魏志远。我哥不太能喝酒，我就先把他带走了。崇哥，哎，崇方哥，好久不见，遥远了，一定要把各位老板照顾好。啊，当然，先失陪。小月，哥，回家。啊，哥，哎，魏总，还是弟弟来一下。魏弟弟，哎，好了，小月终于醒了。好，那我们电话联络，下次约了，下次约好吗？走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挂上就不算会议了啊，不算会议。那我们继续了，睡一下吧，等一下就到家了。每次应酬完都这样，抱马桶的次数比从小到大抱我还多。你要够美啊！做生意就是这样啊。喝蜂蜜水。什么叫做生意就是这样？以后你就跟他们说你弟回来了，不喜欢你喝酒，喝多了会被处罚。魏之源，看回来不一样哎，看来有人要完蛋喽。你自己也是。上次不是才被拍到跟那个什么什么男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，你不要乱讲话。谁乱讲话？啊，不就被拍到了？就跟你说是误会，我只是跟一群朋友去吃饭，啊，狗在那边乱拍，你在那边乱讲。啊，没有的事，人家干嘛写？你再继续这样讲，我要怎么交男朋友？哥，他交男朋友了。哎，魏思远，不要以为你出国还多了不起哦，我也是有出过国的人，照理来说我们 level 是差不多的。我才懒得跟你比，我才懒得跟你讲嘞，浪费我时间，你那边浪费我存。哦，很凶哦，关门。被蚊子叮哦，过敏，没有啊，受伤。我也有喜欢的人。谁啊？那个人我知道吗？大哥也知道。我
熊哥，喝点蜂蜜水可以解宿醉。你怎么会觉得我的心思还在你身上呢？遮掩的情